所以人的目标是一点一点变大的、是的是的是的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挣开一个害怕，再定一个小目标，挣100亿、200亿、300亿、400亿，不就一个小目标，不就一个，听了哈，是一句比没就说的，我怎么对，一个目标，一个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不就房产地产，我可以让你注意呀，挣开一个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一个小目标，挣开一个。谁到了一个亿，下个目标啊，100亿、200亿、300亿，规划100元、200元、300元，哦，很多学生，我要做世界最大公司，你跟他聊就是，哎，哪方面他们做的最大，说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挣他一个，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一个小目标，挣他一个，别怕。所以人的目标是一点一点变大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挣开一个害怕，再定一个小目标，挣100亿、200亿、300亿、400亿，不就一个小目标，不就一个，听了哈，是一句比没就说的，我怎么对，一个目标，一个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不就房产地产，我可以让你注意呀，挣开一个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一个小目标，挣开一个。谁到了一个亿，下个目标啊，100亿、200亿、300亿，规划100元、200元、300元，哦，很多学生，我要做世界最大公司，你跟他聊就是，哎，哪方面他们做的最大，说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挣他一个，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一个小目标，挣他一个，别怕。所以人的目标是一点一点变大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先定一个小目标，挣开一个害怕，再定一个小目标，挣100亿、200亿、300亿、400亿，不就一个小目标，不就一个，听了哈，是一句比没就说的，我怎么对，一个目标，一个哎，不就一个，哦，不就房产地产，我可以让你注意。